明廷掠走了父汗的爱孙，大汉大吉，跨上随风的骏马啊，挥舞雪亮的弯刀，跟随本太极把他抢回来。成吉思汗的后代焉能受此屈辱？你怎知把汗纳吉是被明廷掠走？吕军师侦探所言。原来是听吕军师之言。请问吕军师，把汗纳吉是在何地被明廷掠走？这明廷又是怎样掠走的把汗纳吉？这些都未探听清楚，弄个明白。作为军师，难道你也主张这样蛮干？皇太极贵为可汗长子，已然做出决断，倘若出尔反尔，只怕这威望不我富汗的长子贵为皇太极，难道说话不算数吗？跟随皇太极，跟随皇太极。摩尔根太极，这是可汗亲赐的羊皮书，请您读给诸位听。谨遵三哈屯之命，阿拉坦汗训示，三哈屯乌那楚读汉书，性聪慧，小事礼，善骑射，本汗连年征战，年长多病，部落诸事请三哈屯多多参与裁决。让你人参与裁决，可汗正是担心你轻举妄动，才命我星夜持圭掌控大局。我贵为皇太极，怎能听你的调遣？勇士们，草原上有句谚语：听见狗叫，拿起石头；听见狼嚎，拉紧硬弓。巴汗纳吉是富汗最疼爱的孙子，跟着我的码头把他抢回来。跟随皇太极，跟随皇太极。
这是可汗亲赐的腕刀，有不尊可汗之命者，立斩不杀。吴纳楚，别仗着傅寒对你的宠爱，你就对我发号施令。我是太极，皇太极。哈哈哈哈哈哈！勇士们，敢打老虎的吃虎肉，害怕老虎的被虎吃。我走。心如火。
已经兵发大同。闪电是我们挥舞的长鞭，雷鸣是我们战马的铁蹄，蒙古草原的一万铁骑就可天下无敌。给明廷一点颜色看，他们会更快送回巴汗纳吉。他只怕酿成大战无法收拾。再说巴汗纳吉被明廷掠走，只是听吕权之言，尚未证实啊。只是听吕权之言，可汗，吕权我们应该警惕吕权他。吕权对我忠心不二，三哈屯不必多疑呀。可汗，明廷派来使臣前来贺议。贺议？那年吴墨川遭受了百年未遇的大雪灾，饿殍遍野。为了吴墨川的生灵，我派阿都记前去明廷请求开边护士，假定的那个昏庸老儿竟然下令将阿都记凌迟处死。阿都基是我的亲哥哥，把明廷使臣杀了，为我哥哥报仇。为阿都基报仇，为阿都基报仇。可汗，不可轻易暂杀来使啊。可汗，明廷这次派来的议和使者来头很大呀。来头很大？礼部会同管主事郑洛德。礼部会同管主事，带上来，带上来。大明特使礼部会同管主事郑洛德拜见阿拉塔汗。上。我冒死陈情，是为大明与草原和好，你们为什么要杀我？我当初顺应草原名义所请，请求和议，你们为什么不准？更可恨的是，你们不仅杀了阿都记，还将阿都记的头颅穿守九殿。你们不是悬赏有情斩阿拉坦者，赏银50000两吗？怎么忽然又要和议？此一时彼一时嘛。本汗知道这些年你们内有白莲教之反，外有倭寇之扰，主动和议实属无奈之举，权宜之计呀。可汗，倘若杀了卑职，死的就不是我与巴汗纳吉呀。可汗，您忠顺的臣民也都盼望与明廷合议呀。陪着可汗万刀宰锋利也有入鞘的时候，仁慈的可汗应飞得再高也有降落的时候啊。镜子一样的可汗
与明廷合议吧，合议吧，合议吧，好，我就要看一看你们是怎么个合议。用反叛大明的白莲教首吕全等人交换，将吕全交还于你，我等便交还把韩纳吉。我们草原人护士用的是牛马骆驼和皮子，从不用人做交易。吕全投奔你们之后提出色雁门巨营中扰金庸逼北京已成南北之势的馊主意。这些年民猛战乱不断，吕全乃是我们共同的祸根。吕全投奔我以来一直为我忠心不移，筹谋画策，才被我封为军师。我就是舍掉爱孙拔汗纳吉，也绝不能对不起朋友。哼，可汗称骂的好坏月令时才能看出，朋友的好坏阴暗时才能辨别呀。可汗倘若同意交换，我们还可商议孟明护师。孟明护师，900只弓送明廷，可谁知明廷明廷的仗设九边筑长城，烧草稻草让半生，无奈何可汗才将将两国破血腹泻大火，天机阵兵北京城，家境老儿胆敢行边境，你们若是早答应，哪有这数年来边关内外石城中血雨腥风满皇城，满皇城。船右手歌谣九川颂，黄原几百步百步向天齐，蒙为泽王玉长城在南北，谁愿转乱心首歌谣哀怨凄切不忍听，每听起潸然泪下如泉涌，阿拉坦干烈汉子也心痛，
是你们又将伎俩弄，借爱孙让我低头去求亲，我宁可舍了爱孙的命不杀你。当年的去哈屯呐、啊！多年的教训流成河，永远若玉。想让敕勒川长久兴盛，离不开骏马顽造射雕的英雄，嫁给你一战友，是你是名不虚传呐、啊！怎么，你们也知道，我的三哈屯好似我们的祖母满都海。可汗的三哈屯通晓蒙汉两家文字，小事明理，又是可汗的左膀右臂，这长城内外，妇孺皆知啊！我的三哈屯如果不是这样与众不同，我怎么会重用信任呢、啊、郑大爷，
可汗这些年为了土默川多次请求开边护士，一直未能如愿，才这样耿耿于怀呀。尊贵的三哈屯呐、哪个朝代不盼望四海安宁？大明反思过去，多有醒悟，为了表示义和诚意，已将巴哈纳吉册封为都指挥。此话当真？可汗不信，可派人前往大同一探虚实。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速速送回巴哈纳吉？一则巴哈纳吉不愿尽快返回，二则明廷还要用他换回李权。我已经说过，我们草原人护士用的是牛马骆驼和皮子，从不用人做交易。报！皇太极率领的铁骑已经抵达大同，丞相，可汗一旦开战，覆水难收啊！吴纳楚，我要亲自赶赴大同，你来镇守大营。可汗，您年纪大了，还是您坐镇大帐，我去大同。不，我这只草原圣狮虽然老了，仍能吃下半只烤全羊，喝上一皮囊马奶酒，发起威来仍能咬断壮牛的脖子。再说皇太极性情暴烈，目中无人，此刻你去恐怕更不听你的规劝，还是我去。来人，给我看好他，待我得到确切消息再决定是杀是放。居然误报李权离开大同，正悄悄潜回吐墨川。真有这等事？遵照您的吩咐，我派人秘密监视，果然不出您所料，这些日子李权确实多次秘密往来于大同与土默川。
以，我等必死无疑。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孤注一掷。师父，失去大同，必经之地。果然来了，只带了几人几进，赶紧张网引蔽，莫失天子良机。是，你怎么在这里？可汗，白芷是在为明廷准备一份贺礼。为明廷准备份厚礼？就是您这条大军。多次要我提防你，想不到你真的是如此的卑鄙。愤怒像野火一样难以遏制。古太极，天旋地转，力不能支。长生天之命将士，草原圣士，所向提名。来吧，别立功姓，亦能知。掐死，仍像掐死一只小鸡似。来吧，你们都来吧，阿拉塔依然是天下无敌。毁断了肠子，我们扶您扶的肝脑。徒弟看见，赶紧还紧这头受伤的圣是，赶紧走，事不宜迟。李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典故，想你比我更熟悉。姐妹们，我们玩一个套黄羊的游戏。走。
竟对我使诡计，我要亲手宰了你。可汗，留下这条赖皮狗换回您的爱孙巴汗纳吉一样。不不，就杀我吧，我吕劝只求眼下就死。怎么，害怕了吗？我知道你是害怕明廷的锦衣卫他们伺候人的手段吧。猿猴戴冠，凤凰展翅，斩头剁脚，宣草薄皮，夺过隔壁他的沙子。带下去，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是大同方向的炮声震天动地，大战爆发在地，快去阻止，事不宜迟。可汗，皇太极桀骜不驯，拿着我的兵符快去。可汗，你这个样子我怎能放心前去呀？阿拉坦为图墨川而生，不能因为我而葬送了图墨川。可汗，我怎么能放心前去呀？墨川要紧啊。可汗，吴纳楚，如果你为了一己儿女之情而不顾涂墨川的大局，你就不是我的好哈屯了。快去！我的忧伤，我的忧伤，比那勒勒车的折痕还要长，还要长。圣师，阿拉坦不死。阿拉坦是草原圣师，阿拉坦不死。阿拉坦是草原盛世，阿拉坦不死，阿拉坦不死，阿拉坦不死。Thank you.
英雄。鲜血是我们最好的勋章，汉子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大火就要降临，
惊恐，不要害怕，不要惊恐，展开我们。
有千金重，皇太极也有那手足之情，也有那手足之彻底折痕。
走了，走了，花儿不再香，甘泉不再甜，如云的大青山崩摧了，咆哮的黄河断流了。我的眼肿了，我的心碎了，你怎么就舍得撇下疼爱的楚户的乌拉楚呀？可汗，你回来，你回来。Yeah.
之灵怎
那处，父寒死了，各部落的台吉诺言都推举我当可汗。推举你当可汗？我是父寒的长子，继承汗位理所当然。我不但要当可汗，还要宗侄你与明廷的和谈。宗侄与明廷和谈？皇太极，世上没有不需要翅膀的鸟，没有不需要朋友的人。黑牛变不成白马，仇敌变不成朋友，你的和谈无非是委屈求全。你想过没有，孟明连年杀伐，草原的草都被血染红了。草原的草是被血养肥了。养肥了草而流尽了血又有何用？明廷为表诚意，已经放回巴汗纳吉，将女权凌迟处死，非常时期万不可鲁莽行事啊！看准方向的骏马，九头盲牛也拉不回头。别忘了，你富汉的精英和兵符还在我的手上，我麾下还有你富汉亲赐的10000金钱。曼哈顿皇太极，万万不可意气用事，两败俱伤啊！摩尔根台吉，您说怎么办？三哈屯暂且回避，我有几句话说与皇太极。太极，三哈屯在土默川深得人心，你想继承汗位，可有必胜的把握？阿拉坦汗的精英和兵符可都在三哈屯的手里，三哈屯还掌握着土默川最精锐的10000铁骑。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倘若遵从阿拉坦汗的遗愿继续议和，我当联合其他台吉首领商量，决定帮助你继承汗位。但这里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例如阿拉坦汗在世，让乌那楚哈屯继续辅政。让乌那楚继续辅政。皇太极，三哈屯为何受人拥戴？
还不是傅寒对他的宠爱。哦，花香蜜蜂才多，人好朋友才多，其中的道理你应该明白。倘若没有乌纳楚的鼎力相助，你的可汗之位能坐得稳吗？这更为要紧的是，有很多人在拥立乌纳楚的儿子继承汗位。什么？让乌纳楚的儿子？皇太极，莫要忘了，当初阿拉坦汗之所以对三哈屯言听计从，正是因为他识大体顾大局呀。识大体顾大局，难道吴纳楚会让他的儿子放弃汗位帮助于武国？我相信三哈屯定然会顾全大局，就看你能不能继承阿拉坦汗的遗愿，能不能得到乌纳楚的支持了。敕勒川
传颂声。我若是与那处相争夺地，大地是他刚烈心不能轻易顺从啊。倘若是得他相助，实乃是草原之心，我之大心，我之大心，草原之心呐、不从门一定会损失安儿心，将泪空烈马心。将心思动无马出三哈困难但愿你一能以大局为重，我与你两强相合共谋草原心呐、摩尔根台吉，您德高望重，您的话我记在心中，只是什么？吴纳楚他啊，皇太极，三哈屯可是一个小市名利的人呐。哈，好。摩尔根台吉，您说让我拥立皇台吉继位可汗、三哈屯弯刀虽然锋利，永远砍不到自己的刀柄，你和皇台吉毕竟都是阿拉坦汗最亲的亲人呐。这些道理我怎能不知，可是倘若没有你的帮助，皇太极不能顺利地登上汗位，没有你的辅政，敕勒川就要大乱呐。说来说去，不就是担心我威胁他继承汗位吗？好，我走，我带领我的人马离开包克图，去往库库哈屯。库库哈屯。这些年跟着阿拉坦汗鞍马劳顿，劳心费力，我也真想消消停停，喝喝马奶酒，拉拉马头琴，歇息歇息了。包克图之役是有路的地方，白鹿在草原人眼里是美好吉祥之意，眼下敕勒川可都指望着你这只吉祥的白鹿啊。是啊，我也多想敕勒川悠悠鹿鸣。是
心，风吹草低，细牛羊的上进啊。木儿跟台基，您这是三哈屯呐、啊。我知你最敬重的是满都海，所以才把祖母的花香请过来。你一定学聪明，知道我的用意在，相信你知道什么应该不应该。敬重我满都海，
穿穿不息，你来
看着土磨船又要起战乱，将土磨船，再将土磨船。草原里树有种烈胆，满都还是我的楷模与先贤，绝不能生内乱如沙散。绝不能再去定性早时段，早时段为满洲刚兵好个人，草原女雄怀你请。皇太极，请。将金印兵符交于我。过的是土墨川的兴盛，草原百姓的福祉啊！请。
曼哈屯呐、啊！想不到已经有这样的胸怀呀、啊！皇太极歃血王室。各位太极诺言，皇太极一如父汗在世一样，对尊贵的乌纳楚记忆重任，与明廷罢兵西战，开边护士，共同蒲墨砖繁星，请借金印兵符。可汗，蒙宁之间，东起宣大，西进甘州，延茂五千里，开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甘肃等后市十一处，这可是亘古未有的盛举呀！好，好。
成。